来关心彰化深港小姐妹下课过斑马线遭车撞飞，命为送医抢救，至今进入第78天了。其中姐姐虽然是插管，但是不久前可以跟医护人员眨眼聊天，还会笑。没有想到就在5月1号突然发生了急性的水脑症，昏迷指数从11掉到了只有3。引流手术之后状况并不乐观。至于9岁的妹妹，生命征象稳定，但仍然处于重度的昏迷，将在周五转院做长期照顾。听得懂就眼睛眨两下了，一下一下，很棒哦。本来可以眨眼对着医护人员笑的姐姐，病情急转直下。5月1号突然发生急性水脑症，昏迷指数从11掉到3。急性水脑造成她突然变差，所以目前是陷入或深度的昏迷。医院紧急进行引流手术，状况还是不乐观。妹妹的情况则是持平，虽然生命迹象稳定，昏迷指数至今都维持在3，将转院做长期照顾。家里的阿奏一直在等姐妹回家，家属不敢让她知道现在的状况。彰化深港两小姐妹下课过斑马线遭车撞飞，命为送医，至今抢救已经78天。想到这段时间的心路历程，阿公满是无奈。阿公也谈到肇事的驾驶只来看过一次后就没有再来，决定提告。尽管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，但阿公还是不愿意放弃希望。一场车祸让这个家支离破碎。记者戴荣茂彰化报道。